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晚上好，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，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，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，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看个比赛那太爽了啊。好了，一起来看比赛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圣西罗球场一直都是 AC 米兰的坚实堡垒，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开始了。 AC 米兰对阵横滨水手，戴维斯，埃德加戴维斯找到了空档，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这样特别的欢迎自然是为了极具天赋的弗兰克里贝里，这么大牌的球星自然会让人对他产生更多期待，他更喜欢踢左边锋，曾表示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感觉是最棒最自由的，我认为他是最出色的左边锋之一，当然他也很喜欢踢右边锋，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充分利用他的速度移动和远射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质量怎么样？他们进球了，这粒进球让他的进球数上双了，第一个重要的进球里程碑达成。我想我们得同情下守门员，被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，等他看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横滨水手在比赛开始不久后就落后于对手，他们将如何应对呢？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，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古利特，里贝里在积极跑位，没有举旗，他们拿到一次角球机会，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科奥埃尔南德斯的解围，他尝试打门，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他都是门神。帕特里克维埃拉脸上露出了一阵苦笑，但至少他还算心态不错。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角球，对手还没有拿到过角球，好球，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，准确的预判，古利特，球在梅西脚下，将球拦了下来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德科，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想法很好，脚法抽风，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塔卡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。古利特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，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表现亮，范巴斯滕，范巴斯滕从不轻言放弃，相信他很快又会杀将回来。他别无选择，只能一条道走到底。距离中场休息还有大约15分钟的时间。里贝里，好球，看上去机会，抬脚射门。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，他遭到了侵犯啊。大卫贝克汉姆一记直塞球，塔卡跑向了接球位置，我猜是角球，确实是。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，对方没有一点机会，
聪明的跑位，时机是刚刚好。阿什拉夫·哈基米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分给佐洛。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阿什拉夫·哈基米，调整打门，有没有？有了。这个变向幅度还挺大的啊，不过还是算他的进球。这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。众所周知，像这样的对决很难预测，双方都实力超群，而且互有胜负。让我们继续观察比赛将会如何发展。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能否接到球呢？保罗·马尔蒂尼迅速将球抢下，对方无功而返。布里特，好球，有穿透的机会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罗纳尔迪尼奥，戴维斯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选择回传，手术刀般的传球，泰奥·埃尔南德斯跳起投球。哦，这次射门后，中场休息的哨声也随之响起。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看到目前的比分，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，不过事实正好相反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非常精彩，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账，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即将要进入下半场的比赛，好，开始了。半场回来，两支球队都没有换人。往前跑，跑向了传球的落点。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，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范巴斯滕。漂亮，精彩带球，蛇皮走位，只是不巧啊，防守队员相当的果断。起脚射门，迈克尔·欧文，球在德科脚下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关键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特奥·埃尔南德斯，这一脚拿捏了，莱昂内尔·梅西，是什么？球进了！比赛很精彩，形势又一次反了过来。在这个位置射门，他还能不进？等于把凯旋门搬到他眼前，他都踢不进呀！门将应该责备后卫，他们根本没盯紧进球球员，进球太简单了。替补球员已经站在场边，主教练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。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进球。他这样的表现确实很吸引眼球，即使他在比赛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围游走，但他总能寻得破门良机，这就是进攻的意识。
这一次无功而返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真是好警觉呀、帕特里克·维埃拉几次精彩的护传，把球带到了前场，好球，古利特切赫完美救球，球被弹了出来，这一球传得漂亮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依然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力，他不想冒任何风险，成功断下皮球，拉斐尔莱昂，古利特尝试打门，反应很灵敏，门将精致的扑救化险为夷，他的选位很出色，球队里有好几名高个子球员，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我抬脚射门，化解了险情，这是一次关键的解围，球出界了，赢得一个界外球，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往后传，球在欧文脚下，古利特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，古利特有机会打反击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他一路披荆斩棘，尝试打一脚，球打进了，两球领先，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，这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粒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，他表现得非常沉着，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，非常精彩，可惜最后射门偏偏打飞，但他没有犯这样的错，帽子戏法，他今天状态太火爆了，这是我近来看到最佳表现了，他的动作非常敏捷，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防他，横滨水手现在已经两球领先，可以说买了一份保险，我想现在的比分很好地反映了比赛的画面，他们完全有机会杀死比赛的悬念，抢铁壁啊，不行的，将球拦了下来，界外球，分到右侧，球在博格坎普脚下，多人施压，对手的空间被急剧压缩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罗伯托·巴乔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利莲安图拉姆，古利特拼命跑向球的落点，博格坎普，奥多，哦吼，完蛋，传空了，博格坎普极其老道的防守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，一出手就底气不足，一记好球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，他们做到了，比赛气氛达到高潮，非
非常漂亮的二过一之后的进球，两个人非常有默契，只有训练场上的精心演练才能换来赛场上如此精彩的进球。 AC 米兰将有可能为自己赢得一个梦幻的结局。现在他们具备维持态势所需要的一切条件，但是他们也必须得清醒认识，任何一次疏忽都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，必须十分谨慎。亚历山德罗内斯塔抢了回来，这是一个球门球。门将排球失误，直接传给了对方，球在博格坎普脚下，一球来到他脚下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尝试一脚门前失射，打进了，比赛没有悬念了，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好。就这样，裁判结束了比赛。这场比赛就像一个完美的寓言故事，明明已经建立起巨大优势，但失去气势，失去强度，再失去领先优势，最终就是这种结果。好了好了，蔡指导别整发型了啊，起来啊，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？在自家球迷面前，如果不能踢出球迷们所期望的表现，相信球员们也会。
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晚上好，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，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，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，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看个比赛那太爽了啊。好了，一起来看比赛。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雄伟的球场，这里即将上演一场配得上它的大战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开始了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失误。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，范巴斯滕将球拦了下来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拉斐尔莱昂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他没有越位。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但要有麻烦了。视野很开阔，将球转移到另一侧。准确的预判，梅西，他已经进入提球射门。我想我们得同情一下守门员，被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，等他看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啊。在我看来，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虽然还有很多时间，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。基里安·姆巴佩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他开始加速，梅西快速将球破坏掉，漂亮，精彩带球蛇皮走位，只是不巧啊，防守队员相当的果断。尝试打一脚，梅西这球没传好，他一定很自责。罗纳尔迪尼奥，球在卡卡脚下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这脚传球质量不错，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，形势还是不错的。AC 米兰这个直塞球传的有点想当然了，根本没有空间。姆巴佩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早早的就发现险情，就像有第六感一样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，显然他在关键时刻发挥得不够好。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其队友没传好，还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再大一些。能起脚吗？没问题，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这个进球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术，等待对手出错，伺机发起反击。一方连下两城，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。在1-0的时候，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，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，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加强，而另一方对失利的担忧则越发的严重。应该要起脚射门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直接外球。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相当强悍的防守，不出意料。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这一脚拿捏了，转移到边路，连续的脚下配合，基里安·姆巴佩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向前推进，漂亮的直塞球，这一球传得漂亮。好机会，这下大脚解围了。这是一次关键的防守，他的判断很准确，出现在了应该出现的位置。塞尔西奥·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往前传，
他前面轰了，直接射门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。出色的视野能够看到前方跑位的队友，传球的力道也是恰如其分。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。一路带球走位，姆巴佩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他娴熟的断下球，没有让球过去，险情暂时解除。弗朗基德荣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有起脚吗？希望夺回球权。奥多，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，两队的境遇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一方满脸笑意，大部分球员发挥的都很出色，而再看向另一边，就是一片唉声叹气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回到比赛。AC 米兰上半场比赛并不顺利，他们需要扭转局面。罗纳尔迪尼奥，漂亮的扑救，他有能力做到。这一脚有点操之过急，不过倒是能激励一下队友。奥多，弗朗基德荣，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当。罗纳尔迪尼奥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罗纳尔迪尼奥抢了回来，塔卡，进攻再次被轻松化解。梅西，他们快速阻止了他的前进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塔卡，塔卡，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呀。传中走，跑锤，球打进了球网。球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这记头球的确顶得漂亮，助攻也极其精彩，无论是速度还是传球路线都恰到好处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 替补球员已经站在场边，主教练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。这会是他们绝地反击的开始吗？巧妙的传球，转身向后传球，球在弗兰基德荣脚下，球在他选择打门。门将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。利昂内尔梅西脸上露出了一阵苦笑，但至少他还算心态不错。弗兰基德荣，弗朗基德门前失射。切合完美做球，门将一记果断的扑救，进行了准确的预判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好听就是好投。这个投球质量不高，考虑到他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，尝试打门也是可以的。当然了，也许再和队友做一下配合会有更好的机会，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谈何容易。拉斐尔莱昂，看德荣射门，这下失去了球权，不过他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局面。马脚怒射成功了，好
多么经典的进球，太聪明了，晃过了门将。现在分差已经扩大到了三球。布里特，弗朗基德荣会往前走的，拉斐尔莱昂直接与对手过招，找到了空隙，裁判并没有举旗，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。里杰卡尔德及时出现断下皮球，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，哈，极其老道的防守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精准地找到了他。那个位置铲球需要巨大的勇气啊，不过不铲不行啊。这球非常漂亮，他在最危难的时候拯救了球队。反击的时候可不能进球吗？他得分了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表现得非常沉着，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，非常精彩。可惜最后射门偏偏打飞，但他没有犯这样的错。AC 米兰打入一球，为自己保留了一丝希望。帕卡仿佛在和对手说：“你牛，你来怼我呀！”拉斐尔莱昂得到了一个好机会，莱昂将球扑住，惊人的反应速度。贝克汉姆传中，这种球啊，通常都会被门将没收。德容，莱昂内尔梅西。莱昂内尔梅西带球向前，有很好的传球，射下球门，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，这下被门将没收了。这球展现了他的自信和勇于尝试，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球在莱昂脚下，破门了，皮球弹了出来，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。可以提速了，莱昂内尔梅西绝不想输给对手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大卫贝克汉姆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。布里特，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。布里特，他及时出现，让防线稳住阵脚。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。There will be 3 minutes at a time。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卡卡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布里特，他得分了，戏剧性的绝杀，还有时间挽回吗？这球太酷了，打的位置非常专业，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个球就是例子，部位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 AC 米兰将有可能为自己赢得一个梦。裁判看了一下表，吹响了他的哨。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，两边全力以赴，意志坚定，顽强拼搏。也许会有一些球迷不同意，但应该这算是一个公平的结果。那么蔡慧强，你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比赛？最令我感到意外的一点是，在通常都会严密布防的区域，他们居然是漏洞百出，他们防线中央存在着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在结束前还是要感谢一下蔡慧强，尽管他说得很好，让大家不想关电脑，但是不早了，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慧强。